康就是人类最大的财富，没有了健康，就算是你拥有多少财富都于事无补。只要拥有了健康，我们才能够安逸地过生活。垃圾酵素不仅能够拯救地球，还能为人类的健康带来益处。我国就有一些健康亮起红灯的病患，在接触了饮用酵素和外用垃圾酵素之后，重拾了健康。健康是无价之宝，这句话王朝胜在多年前已经深深地体会到了。现年45岁的他是金马伦高原的一名菜农，他在14年前接获一个晴天霹雳的坏消息，那就是医生宣布他患上了鼻咽癌。王朝胜的父母都很长寿，这个事实简直让他难以接受。我的父母亲都很都在很老，我爸爸92岁，我妈妈都等80多90岁了。我呢，我想我应该很短命了。原以为托父母亲的福，他可以长命百岁，但是这场病却让黄朝胜对生命抱持更负面的看法。黄朝胜深刻地记得，他第一次进行电疗的那一天，正是二女儿出世的日子。在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电疗之后，病情基本上已经受到控制。可是，在2年前，他的病情突然恶化，除了进食出现障碍，他连讲话也含糊不清，和别人的沟通成了很大的问题。他还没有治疗的时候，我吃东西，一部分吞会面对困难，喝水也会面对困难，就是一部分会跑通一直出来，很辛苦，吃也很辛苦。那时候讲话也，我本身就感觉我讲得很清楚，别人就听不清楚我在讲什么，尤其是我太太怎么骂我，因为我讲话才意思你讲什么讲什么，为什么我讲话你听出他们。黄朝胜生病初期，他的太太谢如娟对于照顾他的饮食各方面也伤透了脑筋。事情应该是这样，比较复杂咯，也不懂得怎样去照顾他。过后啊，师傅介绍了那个东东责任上来了，他说必须尽量做这个自然疗法来给他做治疗这样。然后他开始教我怎样做，我就照做他的套餐哦，来弄给他吃了。自然疗法其实是一种提高身体自己的能力、自愈自身的古老疗法，它帮助身体做消除和清洗废物的工作，使身体的每一个系统不会聚集更多的毒素。黄朝胜自从学会了食用自然疗法套餐以及饮用酵素之后，病情开始有了好转，而且这么多年来癌症不再复发。通过这个酵素，这些大自然疗法的治疗，好的，经常台上时候他们看到我就不再跑了。而今年70岁高龄的钟俊生，在1987年患上糖尿病，小腿和脚板因为病菌侵袭开始腐烂生脓，伤口发臭，这个病让他痛苦不已。医生就跟我讲，这个药水你拿回去你自己去洗，脚是生在你这身上，你自己去顾。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咯，自己洗咯。钟俊生说，患病期间所经历的辛酸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常常自己一个人躲起来偷偷的哭泣，不敢让孩子们知道他身上的痛楚。钟俊生出席了温秀芝的讲座后，了解到酵素养生之道，并开始制作饮用酵素和垃圾酵素。可是他万万却没想到酵素的功效竟然那么大。有了这个酵素，我就拿来蒸了，蒸了一天一天比较好一点，到现在它就干，皮肤不漂亮罢了。还有这个你看，这个是好厉害的，外面你看到 是烂罢了，里面也是要会烂的。因为采用双管齐下的内喝外敷酵素，钟俊生成功降低了血糖，健康得到改善，也逃过锯掉烂脚的命运。因为我的糖尿病20多年了，我的脚也是烂了，
皮肤也坏了，所以我喝了这个酵素，经过喝酵素三个多月的时候，有皮肤有的进展，也是对于这个排毒也有进展，我的皮肤病就慢慢的好点。以前我的糖尿20几度，现在是6.7度。医生说恭喜你，他不知道我用酵素。近年来致力于推动酵素养生运动的温秀芝医生说，其实酵素本身只会让病患改善健康状况，而不具有疗效。它只是让你更健康而已，因为它帮助你就比如说水吧，你加在水里面，它会分解水比较小的那个分子，那你就可以吸收得很好。那当你水分吸收很好的时候，那就没问题啊，就是这样简单。因此温秀芝分析说，酵素并不是什么仙丹灵药，它只是协助像黄朝胜和钟俊生的病患改善病情和心境，增加对抗疾病的信心。朝胜的问题他本身鼻咽癌的问题，过后一直发炎，嘴巴一直发炎，所以他吃东西吃不好，所以喝水也喝不好，讲话更加没有声音。那现在他喝了酵素之后呢，他有什么改善？因为他可以抗发炎，所以他喝了那个水，所以变成他开始讲话比较讲得好。当一个人讲话讲得好，吃东西吃得好，那你请问你他的生命啊，是不是整个比较有那个就是有了一个动力想要继续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他有了一个动力想要继续想要做更好的时候呢，他的生命力就恢复了，那他的治愈能力就上来了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整个人就改变了。当他有了信心，他的治愈能力就开始提升了，然后再加上他的信心整个人的开心，看到吗？改变了不是说教授有多棒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而是那种价值观，那是整个人生的价值观。至于垃圾酵素是否有医疗功效，温秀芝这么解释：酵素本身有杀菌的功能，然后它还可以帮助伤口愈合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温秀芝强调，就算酵素的功效再好，如果病患自己没有信心、不开心，那就很难痊愈。所以开心很重要，只要开心快乐，一切的烦恼就可以迎刃而解，包括疾病。他说，心态影响思想，思想影响行为，行为影响后果。如果病患能够带着积极的心态求医，凡事都有转机，处处都是希望。前线视窗采访报道。